找工作竟然面试到了前任的公司。你这个综合条件还可以。这样，你先回去等我们通知吧。哎，行，那我回去等通知。赵总，面试吗？哎，他怎么在这里？还管他叫赵总？他是来面试的。刚面试完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啊。挺努力的，找个工作了还。我不找工作，我不得饿死了呀！这边你先别说这个了，你这啥情况啊，赵总？什么啥情况啊？不是你在这儿工作呀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啥人都跟都能在这儿工作啊？你这整上经理了？你也别找工作了，我包养你啊！别整这个啊！我是不是男的了？你用你包养我？行，那这样吧，看了你的这个面试单子，我感觉你的这个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大规矩。不是你，要不你还是另寻蹊径吧。公报私仇是不是？行。你狠啊，算你狠。拜拜。哎，我开玩笑呢，你这人咋那么开不起玩笑啊？你这是，要不这样吧，小职员也别干了，没什么进步空间。你来给我当秘书吧，秘书兼司机，怎么样？你这不还是变相包养我吗？啊，我堂堂七尺男儿，顶天立地的，你让我干这个？1个月1万。不是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我就是不想干，知道吗？2万。说那都没用，我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，我跟你看错人了。1个月3万，够不够？嘿，看人真准啊！我那个不是为了钱啊，我只是为了就是照顾一下你的那个生活啥的啊。但是说好了，我当秘书。啥都可以干，但是我不陪睡啊。倒是不用啥都要陪。那什么吧，那个这你不用管了，然后这呢，咱俩赶紧先把合同签了吧，不然我这个是吧，完了你给我整点活，我这不然我这个钱都拿着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这么着急啊？你怕我骗你？这不是那，哎呦，那倒也不是。这样吧，下个月哎。过两天我有一个出差，你陪我出差吧，正好给我当司机开开车。就咱俩是吧？暂时应该是这样。行，计划没有变的。行，到时候你叫我就行了。那你先去看一下公司环境吧，熟悉一下。啊，行，那我现在去那个逛一下，我看看啊。去吧。行。真牛逼啊，刚来就被赵总叫去当秘书了。哎，瞎猫碰死耗子，以后还得大家多照顾。没。你在这儿呢？哎，赵总。哎，圆儿，不是，那个咋了？赵总。到点下班了，走吧，咱一起回家。一起回家，你俩住一起。啊，不是，那个赵总的意思让我送他回家，就我不给他当那个啥当司机吗？这个意思，我还以为是。哎，没，我跟赵总都不认识，我跟他住啥一起？那你们快回去吧。行，走了，哥们儿。哎。不认识我。哎呀，疼！哎，疼！